社恐，嗯，完了，我也很不会处理耶，这要怎么办？口嫌体正直。勉强算吧 这要怎么办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欸 因为我自己现实中也是会怕啊 哎、欸，怎样？先从大家一起挂。哦，好嘞，等下可以看你的问题。聊性癖是怎样？哪有人一见面就聊性癖？天呐、啊，腾越，我跟你见面第一次，你也没有跟我聊性癖呀、啊！天呐、啊，很多重复啊，没关系，我等下注意看一下。这要怎么办啊？你喜欢教吗？这是阿修一直公开他的性癖啊，不一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没有要聊性癖，你们吼，快住手！哎呦，哎，月熊，怎么办？月熊，社恐要怎么处理？我也不会。因为大部分情况我都是被主动调搭话的，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外观要处理吧，色情不要，你外观不能是那种脸很臭不想让人家搭话的，那这样子就很难开过社交牛逼症，我有听过啊。然后，如果你的外观很脏乱的话，也不会让人想要搭话吧？哦，还是说网络上吗？